国大专院校推广的重点文化之一。正如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振环的题词中指出的，它是一种调身型气功，是无需一手，不用入境，简便易学，安全可靠的健身之道。
松，提起，放松，向上，提，放松，提起，放松，向上。谢谢乌鲁冷夜新安会馆的师兄师姐。